2015年《衝上雲霄》電影版 ，Sam 哥 Captain Cool 連同全新加盟嘅古天樂三大型男衝上大銀幕 ，Showtime 夢想機組人員加開多條感情航線。香港名導葉偉信、周海光聯合駕駛飛越浪漫景緻，戀人碎語沉醉夢幻，2015年隆重啟學。爱上了，看见你如何不懂谦卑，去讲心中理想不会俗气，犹如看得见神气，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。我说过如何一起高飞，这天只想带走，还是你如重温往日游记，但会否疲倦了嬉戏。不管有没有机，给我体贴入微，但你手如明日便要远离，愿你可以留下共我。冲上云霄，冲上云霄电影版，冲上云霄，冲上云霄，冲上云霄电影版，冲上云霄，已经拍摄紧啦，正在如火如荼的拍摄中，远赴英国来取景拍摄，一起冲上大荧幕，将会带领大家冲上大银幕，很快就会在戏院跟大家见面，咁希望大家密切留意，留意我哋嘅电影版，记得去戏院睇，读准，到时喺戏院见啦。